来，拍 video。说，这是什么歌啊？网站老是这样。可是海底捞那可以上泰国节目。有啊。是吗？嗯。因为我真的有那个什么，比较简单，你花生粉，你两个也一样，是什么呀？要可以，你看又可以，很少的。嗯，红，这是枸杞呀、啊，红，红枣，这是枸杞，切过的红枣，还有枸杞。你这个美食，功夫勺的，这放面粉嘞，不对，面粉。就是，我觉得你的枸杞放够，可是他不给我再烤了。那你放完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一定要留一半嘛，人家要加餐就是。哦。而且不可以放这个。我觉得你放完吧，因为反正没有人吃了，就给他在那边。咸的。哈？是咸的。枸杞跟红枣为什么咸？呵呵呵。这么口味。很少哎，枸杞。遥遥无期的枸杞。放麻辣油，放的番茄。你有放番茄啊？番茄的另外一个果。看多个果。哦耶，好香。真有了，这是三，有，八七的标准，放啊！你把那 Q 放旁边呢。来，这个起来，我还有窗，等一下。Hello， 同学。看一个薯条小姐姐，你想吃什么？好吃不？好吃。
照片吗？有照片吗？现在有照片吗？他经常在直播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